恩下来发球，好球，这个球有球撇下来哦，最后韩国队接球出界，2-3，轮到泰国李多荣继续发球，直线，漂亮。前面已经探起了，哎呀，在后面何慧珍，哇，连着两颗哦，就被找他，因为他心里毛毛的，对，现在会不大敢碰球。这个球何慧珍，这下子第二局的局势对韩国队来讲不大妙，对对对。突然间花高球，对，落点哦。接得不理想，对的，这个位置就好了。还有后排，还有喷进来，啊，落地了，啊，持球连起连起，在捞球的。这个门槛啊，韩国队没有办法把它缩小，一直中间击球接的不理想，在中间哇，就是送呛子回到泰国队的场子里面，低快攻，还有打高，在这个球轻轻拨，哇，直线，哇，这个直线进攻。这个球有中间的快攻点下来被接起来，后排最后是拖球回到韩国队的场中，这边一个吊球，还有铁网球，这个球拖的力道用中间网子弹了一下，有哇太惨，铁网，还有这个球，对，今天韩国队的篮网常常两个人失守，中间是没有并紧的，所以就留一个洞给泰国队，而且都被打进去了，拿个强力胶来把它连起来，要打后排出手去接，自己接球啊，然后短小球，结果你没有掉，对，跟攻击手没配好，快攻的掩护，这个球李在英被拦住，还有好球了，好球了，高度好，是让他的攻击手充分去发挥他的跳跃能力，力道非常，对选手那个扣完球那个收腹的动作，对，我的欧北本来的力量加压下去，好球，好球，有时候用 D M C 都是用长的来掩护短的，郑宇力的发球，两个人中间有个洞啊，来不及了。对，这个球如果两个人都不要去摔下来，这样子，对，打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这个球拿下第16分，要进入第二次的技术暂停。inside， 这个球对角线四号位的长攻拿下了第25分。下一城前4局打完，两队是2-2的平手。总结篮网出界，我当我的家伙，对，没有，应该再拿一分比较稳当，对，暂停，对的，充分的利用。